智能科技美的电热水器提醒您本期精彩内容。这是一场高智能的大个美好挑战100位帅哥。第一集团，智色无敌。美女研究生刘露，复旦 MPA 硕士韩飞。以我芊芊绕指柔，定能化解各位百炼钢。法国留学硕士桂林妈。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，今天我就要用一个手指征服你们。英国博士李燕。真的是博士吗？真的是嘞，我长得就这么不像个博士吗？要把衣服搞起来一点。知性研究生彭欢。兰博基尼不好坐，还是奔驰最舒服，开200迈都不会觉得很快。他们花招百出。神仙怕左手。兄弟们，我们把他的钱抢的好不好？不好。英雄将如何勇闯美人关？1:3，1:1，高知较量，鹿死谁手？1:1，邀您一起心跳加速。晚上好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快乐的湖南卫视美的电热水器以一敌百节目，我是相声演员大兵，非常荣幸主持这个节目，伴您共度今宵。今天我们是一个美女挑战100位帅哥绅士，到底鹿死谁手很难说，为什么？这一位挑战的美女不是一般的美女，是真正的现代花木兰，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研究生美女，他们能不能笑傲江湖，笑到最后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，热烈的掌声欢迎100位守关的绅士。1:1，智色无敌。欢迎大家的光临啊！来，我们首先欢迎42号《新周刊》的主笔黄俊杰总监。大家好。您好，黄总监。哎，我经常看《新周刊》，我是你们的粉丝。我也是你的粉丝。来，我们欢迎41号万丹博士。我们知道以一敌百到今天是第2季了，他是第1季的打通关获得10万的选手。你的女朋友属于这种高智商的美女吗？我不说，你觉得我还能活着回去吗？肯定是嘛。那请问你可以容忍你的爱人比你学历更高能力更强吗？恐怕他已经不可能了，本人就是博士，他要双博士，假如又是那种国际名校的双博士的话，那恐怕我就得和他这个要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个未来的规划了。看来再自信的男人，他的自信也是有限度的。那当然。现在有一句话说，要嫁就嫁灰太狼，有请31号灰太狼。大家好，我就是灰太狼哥。下面的美女听清楚，如果你愿意把奖金分给我们大家，那我就算了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我就会把你变成北洋羊全部吃掉哟。啊呜！好，请大家做好准备，欢迎第一位勇敢的闯关者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刘露小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100位超智男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刘露，是啊，就是你考这个研究生刚刚考上是吗？对，其实这个研究生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，你知道吗？我考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爸说了，那你这考上了，我请全武汉的人吃饭。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我说我一定得考。刘露，是啊，武汉人。哪武汉人？我在武汉整整住了1年的时间。对，我印象中武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热。热到什么地步？我告诉大家，连续1个半月每天40度或者40度以上，你们能承受吗？是，我每天晚上就睡不着觉。而且我认为武汉人坦然面对，就那么热的天，他可以坐在马路上睡觉。我告诉你，武汉人夏天怎么吹风啊？很简单，他那个汽车啊，中间有不是有个绿化带吗？他就拿个竹床往绿化带上一躺，
车一过去就带来父母。这是一个好办法。来，有很多人对您有各种各样的好奇心啊。来，三十要灰太狼有什么话说？我觉得他今天穿的衣服有点像我的老婆红太狼哦。是吗？我刚刚还用那个锅敲你来着呢。你愿意做我的红太狼吗？那你看着办吧，看你表现了啊。好，看你们俩到底谁是真正的狼啊。我们先熟悉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。智能科技美的电热水器与您一起快乐答题，闯关者每打败十位守关者将通过一关，如果成功打败100位守关者，就能赢取由美的电热水器提供的50000大奖。闯关者答题失败，他所累积的金币将由答题正确的守关者平分。答题过程中，闯关者拥有3个求助锦囊。Are you ready？ 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从本期开始，我们对比赛规则有一些小的调整。原来是答完了3道题以后就可以选择走还是留，从这一期开始必须答完4道题才能选择走或是留。我们做好准备啊，现在他有一个闯关的宣言要告诉100位守关的男士。不知道大家玩过那个三国杀没有？如果没玩过，那只能说明您跟我不是一年代的。现在我们都玩过三国杀，我今天站这儿我就像一个主公，然后你们100位可能有内奸，可能有反贼，同时我想更多的是我的忠臣能让我走得更远，因为我主公的胜利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种胜利，对吗？好多人摇头，你说你主公，我还想当主公呢。好，没关系，看谁到底是主公啊。现在是1比100。来，请看第一题。最近各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，哎呀，这个在你范围里啊，火炉来的人嘛。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要升到37摄氏度以上，这个时候会拉响哪一种高温预警信号 ？A. 黄色预警。B 橙色预警 ，C 红色预警，请100位先回答。这个要是长沙人、武汉人、南京人，就一定能答出来。刘璐，到你了。是。今天大多数住在这儿的，是不是都是长沙的朋友们？我想保险起见，我利用我的锦囊。好，用锦囊。相信大多数。好的，来，我们看看大多数人选择了哪一个答。选择 B， 64个人选择 B 的。如果让你自己选择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会选红。红色。对。为什么？我的印象就是武汉就是火炉，就是红色的天空。可是天气预报啊，我的手机里面的短信一般都是黄色，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拉不定主意。来，我们看有答黄色的吗？42号，黄主编是吗？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是知道，平时很少会出现橙色预警。你是广东人吗？对。我广州人。广州人应该很难遇到这种天气。啊，来，章鱼哥有什么话说？你见了美女就话多。你像刘璐，他会去选择红色，这是很正常的嘛。你看他今天的选择，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选红色。他对红色有偏好。至于黄老师为什么要选黄色，这一看到他心就知道了嘛。来，这个你没得选了啊！来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我只能说，这64位是我的忠臣。是忠臣。对。不一定，这里头好多奸臣。是吗？看了一眼，来，我们还是闪一下，让刘璐高兴高兴。有一种拿机关枪搂人的感觉。你现在手握3000枚金币。是。完了以后，你现在是1比64。来，我们看第二题。网球运动深受白领男女的喜爱，4大网球大满贯赛事更是网球迷的节日。下列哪一项不属于这4大赛事 ？A. 温布尔登锦标赛 ，B. 澳大利亚公开赛 ，C. 意大利公开赛。请64位先回答。来，留言救援。我真是很惭愧。为什么说我惭愧？这个跟是体育有关，我体育是一窍不通。那这道题我你还有俩锦囊，那我就打电话吧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来了，来，小虎，我那个废话不多说，九十秒问到题，跟体育有关的。网球运动，深爱白领的喜欢，四大网球大满贯赛事更是网球迷的那个节日。然后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四大赛事？第一个是温布尔登锦标赛，第二个是澳大利亚公开赛，第三个是意大利公开赛。哪一个不是四大赛事？对，哪一个不是？温布尔登、澳大利亚和意大利。应该是意大利。意大利是吗？确定？我确定，意大利。行，小五相信你。好嘞，挂了啊。好的，哎，就这样。好，嗯。好，来选吧。好 ，C 意大利公开赛。来，我们直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吧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题目应该杀伤力不大，但是肯定有人中箭落马。有多少人？四个人答错。哎呦，这四个人其实成全了你，你现在5000枚金币了。这是只要四个答错的，那就从3000到5000了，运气不错呀。5000枚金币啊，手里握有一个锦囊，现在是1-60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三题。中国和越南都有12生肖，其中只有中国的兔在越南被换成了另外一种动物，请问是什么？ A 乌龟， B 鱼， C 猫。请幸存者先回答。来，刘璐。这个兔跟底下几个应该会有一个相似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提出的。那么乌龟在中国来说应该是长命百岁，然后鱼就是鲤鱼跳龙门那种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猫，我有点偏向乌龟。那我用锦囊吧。用对错二选一，我们去掉一个错误答案，去掉了鱼，我们选择两位啊。来，41号，你先说，你选择的是 A 还是 C？ 我选的是乌龟，因为乌龟呢命比较长，也许呢选了它呢，图个吉利，我们的存活的时间也会长一点。图个吉利，图个吉利。那不是说猫有9条命吗？干嘛不选猫呢？那鸟还有9头呢，还9头鸟呢。哎，来6号 ，C 猫，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就这么简单。谁告诉你的？这人靠谱吗？应该比较靠谱吧。比较靠谱，上帝告诉我的。都吓掉了，可我不相信上帝，我选 A。来，我们直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这个12属相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图个吉利而搞的12属相，它是一种图腾。那么有2种解释，一种解释就是在越南呢，好像没有兔子这种动物，所以它不拿来做这个12生肖。再一个呢，它延续中国的这个卯兔的这种说法，它把这个卯兔啊，就理解成猫兔，所以它用了这个猫作为它的一个12生肖的代替兔的这么一个属性。那有多少人答错了？还有多少人分钱吧？5000块钱。哦，不会吧！哈哈哈，吓我一跳啊！只有20个人幸存呐、啊！对呀、啊，20个人，每人250啊！天哪！这就说明什么？税前250，交了税以后，各位你就不是250了，所以纳税光荣啊！好，恭喜这20位获奖者。万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跟他说？你刚才误导他了。这个确实没有任何道理可讲，只是一个约定。是约定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个不涉及你的智商、不涉及你的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，也不涉及我的。我就知道你说了半天就说、关键是最后这一句。来，最后有什么话跟大家告别的？没有，我想我今天挣的钱不多，并且都是用锦囊，所以我下次来做肋间的时候，我一定把这50000块钱用肋间的方法给夺回去。谢谢刘璐小姐，掌声欢迎一下。我会再回来的。
我们要感谢美的电热水器提供了这些奖金。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您可以直接登录精英网，或是拨打热线电话0731-8480-1565，您将有可能来到现场答题过关得钱。那另外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给我们，您将有可能获得手机、照相机以及笔记本电脑，欢迎各位踊跃参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闯关者，复旦大学 MPA 的硕士研究生韩飞登场。大家晚上好，也让大家久等了。大兵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第二次见面了，上次我是在33号的位置。哦，原来你是这个样子啊。哦，对，我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我记下了，那天你答题答得非常精彩，往往能够坚持到最后，谢谢韩飞啊。哎，你名字起得多美，韩飞，他以后生了孩子韩飞子，一看就是一位秀外慧中的人。谢谢。你是读什么专业的？ MBA。 我不知道 MBA 是什么意思。 MBA 的英文全称是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， 也就是你用中国话解释一下，公共管理硕士。是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个硕士文凭是 MBA、MPA 和法律硕士。MPA 有一种说法就是政界的 MBA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MBA 可以这样说，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利润的最大化， MPA 就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得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，就是如何让大家在付出最少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。对，让人民受益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来做好准备，韩飞有什么话跟大家说？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，上善若水，相信今天以我千千绕指柔，定能化解各位百炼钢。谢谢。哎，这是我听过的到目前为止啊最客气的、最有涵养的闯关宣言了，同时也是最直抒胸臆的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别看你们都是男人，剩在最后的一定是女人。来，做好准备，现在是1:100。来，请看第一题。以一敌百节目在湖南卫视的播出时间是星期四晚上的什么时间开始？19:35 ，B 20:25 ，C 21:05，请一百位先回答。有广告之嫌疑啊！这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制片人本身就是学 MPA 的，是你同学，最会利用社会成本了。这个节目我经常看，这个题目真的是感谢导演组的厚爱，我选 B。谢谢。这个节目真的，我从第一期都开始看了。真的。大兵老师主持啊，而且我是凑巧就调了这个台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跟你一百有缘。是，哎，你今天有目标吗？你想打败哪几个人？章鱼哥。你想打败章鱼哥？对，他今天特别跳，我觉得擒贼先擒王。啊，章鱼，你还是稍微低调一点比较保险哦。好，我们看，对不住了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毫无疑问，8:25。这个题目要答错了的话，说实在的，不冤枉啊，不冤枉，您实在是应该好好关心一下这个节目了。来，我们看多少人答错。37位答错了，真有37位答错，好大的胆子呀！好，现在你第一个节目就手握3000枚金币，还有3个锦囊，现在是1:63。请看第二题，我国哪座城市拥有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 ？A. 北京 ，B. 上海。C 香港，请幸存者先回答。来，韩飞。这道题目我感觉是应该选上海，
但是我不确定，我用一个锦囊吧。好，用什么锦囊？相信大多数。相信大多数，你很勇敢啊。大多数选择的是上海，跟你不谋而合。但是大兵老师那个表情让我心里顿时有点忐忑。章鱼哥是不是想说什么？你认为香港的经济总量高还是上海的经济总量高？你不是学 MBA 的，这个、对吧？这个跟经济总量的关系不会太大吧。章鱼哥，你选择的是 C 香港，有选北京的吗？哦，28号你怎么选北京？因为北京曾经宣称自己要建立那个总部经济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智能科技美丽电热水器提醒您下节精彩内容。想打败张飞进闯关，他能否梅开二度？桂丽曼甜美出击，男人们该如何招架？广告之后精彩升级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哎呀，很遗憾啊，其实我这个题目我也事先做了一次，我也是选上海，结果做错了。我第二次做我选香港还是错，最后告诉我是北京，打死我都不相信，但是就是北京。我们同命相连，实际上这个理想很丰满，但是现实很骨感。这个实在难为你啊。来，我们看有多少人答对了，来分这3000枚金币。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答错。12位，只有12位答对的，你们将平分3000枚金币。来，53号有话说。这道题充分告诉我们，外企想在中国取胜，政府公关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位女士学的专业很有前途。说的真对。谢谢您的忠告。那我们再次的感谢韩飞，感谢美迪健热水器提供的奖金。来，韩飞最后跟大家说点什么。还是留句话安慰自己吧，予人玫瑰手留余香。大家再见。还有机会啊，来，各位做好准备，热烈的掌声欢迎从法国归来的硕士研究生桂丽曼登场。大家好。大兵老师好。听说您上来的时候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我对，被香水呛到了。我花粉和香水过敏。是吗？我刚刚上台之前喷了很多，要不要以毒攻毒一下，拥抱一下。谢谢谢，确实厉害。这香水里面有迷魂药。我把它咳出来了。如果您不告诉我正确答案的话，我就不会把解药给您。您看着办吧。我一定会帮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连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。桂丽曼小姐啊。哎，你是研究什么的？告诉我们。女研究生研究男人，男研究生研究女人吧。哦，专门研究男人的。哦，开个玩笑，开玩笑。没事，我们觉得这个研究项目挺好的。是吗？我就喜欢这种心态好的人。都到这份了，还能开玩笑，不错啊。您能跟我留在湖南卫视行吗？我学的就传媒呢。哦，你学传媒的？对。那行了。包在我身上。因为我们是主要做娱乐节目的研究嘛，然后湖南台的娱乐节目做的真的很棒，所以想学习学习。不要下了节目就忘了，一言为定啊。我一般都是这样。要不我怎么做了主持人呢？那解药您真的不想要了？我自己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。来，做好准备。大兵老师，我还没有说我的那个参赛宣言呢。啊，
那个有人说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，那今天我就要用一个手指征服你们。一个手指欠点，俩手指可那还行。这个至少来个一手指吗？哦，用这个。这个。啊、哦，我以为耶算赢。来，做好准备，现在是1:100。请看第一题，毕业生就业难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今天到场的观众认为哪种学历的人在当今找工作时最炙手可热 ？A. 研究生学历 ，B. 本科生 ，C. 高职及技校毕业生。请100位先回答。来，到您了。按当今的社会形势来分析的话，也不排除某一些行业、某一些职业，本科生和高职技校毕业生，他们由于有更多的工作经历，而比研究生会更抢手一点。所以这个题我不是很确定，但是如果是从我自己的情感角度，我会选 A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想相信大多数吧。来，我们看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倾向于哪个？哎 ，C， 高职及技校毕业生。我们先看正确答案吧。来，53号。因为中国本身就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，但是呢，大学的本质不是让人变得深奥，而是让人恢复天真。可是今天很多读过大学、读过研究生，甚至读到博士的人，除了装深奥、甩术语之外，什么都不会。俗话说，不怕招招会，就怕一招鲜。我觉得高职技校的人就占了这一点。有道理。还有42号，黄同学，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当招聘官的经验了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哪种学历都不重要，往往我们反而是看重工作经验和他的实际操作的一个能力。就是说，上段时间我们做一个题目叫《可怕的大学》，发现有人在抱怨说现在大学是猪圈。那结合我们招聘的经验，有时我们很感叹说，猪圈就猪圈吧，但是为什么有时候还给我们送那注水的猪肉来了？来，41号，万同学。为什么说高职的技校的好找工作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，特别是外贸出口这一块，主要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，所以需要大量的工人。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求学的主体来讲，你的定位如果是在公务员，那起码是个本科生。假如你的定位是在科研机构，或者说是大学讲台的话，那你读到博士，我保证你不会失业。关键看你读到什么程度，关键你读出什么水平，关键你想到哪里工作。来，你好。是高学历还是说实际的应用的话，是取决于你的就是对职业的定位。你要去给别人打工的话，要让老板能够看中你来提拔你的话，那你肯定要有一个，你自己肯定要做一个高知青年。另外我想说，美女，我也是法国回来的硕士，去年回来的。你电话号码多少？这个等一下再说吧。等一下再说。那据我所知啊，这个现在的高职毕业和特别是技校毕业生越来越好找工作了。曾经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出现了高薪聘请专业技术工人的这种现象，而且在国外蓝领工人的工资往往高于白领，这就是社会现实。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研究生了呢，您有什么建议吗？高见，你可以再回去读一读技校，学一门手艺。好，来看有多少人答错。好，38位答错的。现在你手握3000枚金币，现在是1:62。请看第二题，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受到众多男性的欢迎，其中书香二字指的是 A 某种植物的气味， B 书本的墨香味， C 读书人的气质。请幸存者先回答。来，桂丽曼，可以叫我 Lady。 那太好了，我也取个英文名叫图丁。我还以为你要说叫嘎嘎呢。来，你选一个 C。
飞呢是我觉得最不可能的，读书人的气质我觉得应该是和书本有关的，书本的墨香味。那 A 的话，某种植物的气味，那如果植物也有发出类似于墨水香的气味呢，所以就会比较犹豫这两个。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吧，我想求助我的 Gamy 电话来。你在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还活着吗？你？我还活着。哦，答题呢啊，听着啊。哦，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受到众多男性的欢迎。其中“书香”二字指的是 ：A. 某种植物气味 ；B. 书本的墨香味 ；C. 读书人的气质。听清了吗？我猜可能是某种植物的气味。A 是吧？对对，因为肯定直接书的气味肯定不是答案了，我觉得。你确定吗？第三个选项是什么？读书人的气质。应该也不是了，应该是 A 吧。你可信吗？相信我，一般直白的那个东西都不是答案了。是吧？好吧，我信你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好，加油。拜拜。我肯定是相信他的。好 ，A 了。有选择 B 的吗？有，49号。我觉得我今天人品比较好吧，都是靠的第一感觉。你今天的运气好。对，一切都是虚无，人品才是王道。在我们这答题过程中，靠什么的都有啊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章鱼哥，第一道题被惨遭淘汰啊！你能跟我们说出这个题目的答案为什么吗？哦，请大兵老师解题吧。哎，灰太狼知道。是不是以前叫书香门第，后来口误变成了书香门第？哦，从书香改成书香了，连书香都能念成书香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过去啊，读书人家里因为书多嘛，在一个过去那个纸张特别招虫子，把纸就咬破了，他们就拿到一种可以驱虫的那种植物放在自己的屋里，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气，以后闻到这种香味儿就知道哦，他是书香门第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答错。肯定杀伤率很高很高很高。智能科技每天建设手机提醒您下节精彩内容，不仅慢一路过关斩将，杀伤率很高很高，京城再次上演1:1终极竞赛，秀演三种可能性。第一，他们中决出了一位大奖。第二，两个人都打错，还有一个继续点能决胜负，最后观众就好，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答错。肯定杀伤率很高很高很高。现在啊，你手握25000枚金币，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救命的锦囊。我看看这八位幸存者：52号、66号、90号、77号、9号、10号、30号。章鱼哥第一个题目就惨遭淘汰。那天才也可以答错。对，天才也有答错的时候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不在他的范围之内。虽然说这期的主题是高知女，我们前面几位姐妹今天遇到的题目可能
不是很对胃口，但是我能否定他们就不是高手。那当然，对吧？那当然，现在而且你已经用你的表现证明了，现在你只面临八个对手，1-8，做好准备，请看第三道必答题。鸟巢是北京奥运会主场馆，在国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，请问第一个在鸟巢举办演唱会的明星是谁？ A 周杰伦， B 宋祖英， C 成龙，请八位先回答。好了，各位答完了，到您了，您还有一个锦囊，我留着后面用吧。现在你有把握？我很确定是选 C， 我很确定，我要选 C。 成龙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那时候成龙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貌似是在北京，在国外的时候，我觉得 Jack 陈的国际影响力会很大，像鸟巢这样的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地方，是一个奥运会的场所，那他肯定是。说了半天你都是瞎猜的，来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八个里头留几个，我们看有多少答错的。五，还有三个人幸存，还是25000枚金币啊，还有一个锦囊。哎，大兵老师，我有一个提议了。你想玩这个游戏吗？几个人了吗？我们就自己分了得了吧。自己分那不行，问题是你们分了我们怎么办呢？对于我们来说啊，有三种结果。第一，你们四个人中的一个人独得奖金50000，这是一种结果。第二，你们中间的两个或者三个人分25000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，你们四个人全答错，我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去。哦，也有这种可能，就这道题你答对了，可以带着钱走，把那俩人供在这儿。现在是1-3，现在随时可能是决赛啊，请看第四题。有专家认为，成功的重要条件包括智商、情商、逆商，这使逆商渐渐引人关注。它是指 A 独特的思维方式， B 超越困境的能力， C 出奇制胜的行为，请那三位先回答。来，魏同学。这个我觉得现在地球上的这个空间距离我跟您最近吧，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吗？这个您能见死不救吗？我可以，这时候也是钱要紧。快，用不用锦囊？或者再给你10秒。那我对错选一吧。对错选一，好，去掉一个错误答案。好，有两位不同回答，来，62号，你说。我选的 B。B 超越困境的能力，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信息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就是胡想的啊。好的，来，58号，你肯定选择的是 A， 为什么？我感觉 B 的话答案有点太明显了。也许是 A 藏着的，都是瞎猜的。来，再给你10秒，来，计时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，做出选择，要不就放弃了。选 B 吧，我觉得因为快按呐，快按，快按，没有时间了，按呐。来，先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答对了，我们看啊，三位幸存者还能求留几位？至少有一位是能留下的。来，看有多少位答错，肯定要想一枪、一枪、两枪。哇哇，继续继续继续。
是，一比一的时候你必须玩，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，按照我们的规则，62号拿50000走。下一道题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，他们中决出了一位大奖；第二，两个人都答错。哦，还有一个可能性，都答对，继续点球决胜负。好了，做好准备，一比一。看决胜题，张家界已经成为湖南的旅游胜地，你知道张家界是因谁而得名吗？ A 八仙中的张国老， B 三国猛将张飞， C 汉代留侯张良。请62号先回答。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冷静。对不起，因为到了一比一了，所以你的考虑时间也只有50秒。头疼。还有40秒，还有30秒，还有20秒。10 9 8 7 6 5 4 3 2 1，必须按，必须按，快，否则发发行了。小宇宙大爆发，选 C。说实在的啊，不管它对不对，首先这份勇气啊，各位掌声鼓励一下。他很紧张，但是我们更紧张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比我们还紧张。他选择了 C 汉代留侯张良。62号，你告诉我你回答的是哪一个答案？ C C。 我有个建议啊，我想跟这个美女平分呢，不知道大兵能不能同意。平分？那不行，违背规则了。来，三种可能性啊，一块儿对，哪一个拿50000，一块儿走。来，看正确答案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再拥抱一下。刺激还没有结束呢，给你解药。给我解药了，太好了，没完全，给了一半。来，我们下一个题是一道音乐题，请听音乐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遥远的地方，这首歌非常熟悉。我们看题目，歌中唱到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，请问这位姑娘来自哪个地区？ A 青海， B 新疆， C 甘肃。62号，请先回答。看的意思是要拼了，这是。没错，你也不帮我。我特别想帮你。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觉得，不是新疆吧？因为我感觉新疆民歌的旋律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还有30秒。那 A、C 选一个。那有点像陕北民歌。不不不，快，必须选择了，不然算放弃了。
手真的能不能大爆发？谁？甘肃。直接看答案，直接看答案。智能科技，美丽电子轨迹，提醒您下节精彩内容。桂姨妈奋力一搏，小宇宙大爆发，谁？是否就此成？你告诉我，你答的是哪个答案？我。啊！亲爱的，一百位帅哥，大家好。平时你最喜欢干嘛？打麻将。长沙妹子彭欢，知性大方。德国的女首富，兰博基尼不好坐，还是奔驰最舒服，开200迈都不会觉得很快。他们又将如何再创高峰？广告之后不要走开。智能科技，美的电热水器，与您一道快乐答题。每轮答题最高可获50000金币，还在等什么？快来一起答题吧！智能科技美的电热水器，给您勇气，意想不到的惊喜正在等着幸运的您。 Are you ready? 答案是什么？啊，现在还有最后一位幸存者，我们的这个桂林曼小姐已经答错了，那62号她是否答对了？请看，嗨，各位，非常遗憾，最后俩全答错了。62号，你告诉我，你答的是哪个答案？我选的是 B。新疆，新疆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做这题目的时候选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们俩都错了。实际上，这首歌是1930几年的时候，王洛宾在青海采风的时候，为一位青海的藏族小姑娘写的这首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但这个题目你们输的不冤枉，我是学音乐的，我都答错了。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桂小姐，也感谢62号，感谢你们二位给我们献上了一台精彩的一对一的对决。谢谢，用我们名字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，就是贵在参与，力求快乐，慢慢享受，我享受这一个答题的过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谢桂林曼小姐，我们会记住你。谢谢戴明老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电视机前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您可以直接登录精英网，或是拨打热线电话0731-8480-1565，您将有可能来到现场答题过关得钱。那另外，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给我们，您将有可能获得手机、照相机以及笔记本电脑，欢迎各位踊跃参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热烈的掌声欢迎下一位闯关者，英国赫尔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李燕小姐。两位帅哥，大家好。大斌老师好。李燕小姐，看不出您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啊，感觉是一个小家碧玉的嗲嗲的那种小女生的感觉啊。你真的是博士吗？真的是啊，博一。博一啊？对，一年级啊。真的是嘞，没驮你嘞。好了，我信了，现在什么博士都有啊。不是真的博士。是，好，真的。对，来来，章鱼哥有什么话？其实你们说你是研究生吧，其实我也是研究生。哦，你研究生？我是被研究了。哦，对，全世界都在研究这章鱼，看这智商多发达。哎，你学什么专业的？我学管理。你先说你本科学什么专业？本科计算机，
然后觉得计算机实在是太折磨人了，然后我就换专业了，硕士学的管理，博士还是管理。什么管理？人力资源管理。我觉得女生学这个特别好，能把老公管好。你告诉我，平时你最喜欢干嘛？打麻将。好，不错。来，那个灰太狼。长相和他的衣服很像美羊羊，兄弟们，我们把他的钱抢了好不好？不好。一百头狼啊，对着一个博士羊，来，做好准备，现在是一比一百。请看第一题，夏天穿人字拖鞋既凉爽又漂亮，但也隐藏着一些隐患，请问穿久了人字拖鞋会造成什么危害呢？ A 手脚不协调， B 小腿变粗， C 脊背疼痛。请一百位先回答。人字拖鞋穿过吗？穿的很少。知道什么叫人字拖鞋吗？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嘞。啊，那就行。有三个锦囊。第一题就用锦囊，是不是很丑呀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还有更丑的。第一题不用锦囊下去了。我要用锦囊。用锦囊，用哪个锦囊？打给你啊，宝贝儿。我非常愿意帮助你，但我不在您的使用范围之内。好，那我打我的同学。好，打给他的同学。喂，哎，那个什么，我直接给你念题啊。夏天穿人字拖鞋既凉爽又漂亮，但是隐藏着一些隐患，请问穿久了人字拖鞋会造成什么危害呢？ A 手脚不协调， B 小腿变粗， C 脊背疼痛。行啊，那个应该会得什么，你再把那个手脚不协调、小腿变粗和背痛选一个。他飞了。行吧，神仙怕左手。他就是喜欢打麻将，看见没有？你告诉我，你平时什么时候用左手？要胡牌的时候，特别是听牌的时候，做大胡的时候。做大胡的时候开始破，来左手。嗯。是吗？嗯。你平时左手运气怎么样？告诉我。我是左撇子。难怪了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运气不错啊。大兵老师您好，把我带的运气也好。嗨，就剩下人好。长得也特别帅。不许这么骂人。我长什么样我自己清楚，连我妈妈都后悔了，是吗？好，我们看多少人答错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呜呼，26位退出，不错，现在你手握2000枚金币，还有2个锦囊，现在是1比74。来，我们看第二道题。阿拉伯数字是如今国际通用的数码，但它并非是阿拉伯人发明，请问创制阿拉伯数字的是哪国人？ A 古希腊， B 古印度， C 古罗马。请幸存者先回答。好吧，到你了，这个题应该在你范围里吧。赫尔大学，赫尔大学是真有这大学吗？我长得就这么不像个博士吗？那我把衣服搞起来一点。还有俩锦囊啊。相信大多数吧。相信大多数，好。我们看，大多数选择的是印度。哎，我选择这个锦囊，我就一定要相信他吗？是。我只想看看大家选的是什么样子，不行吗？那就选成这个样子了啦。那就 B 吧，反正也不能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
高兴高兴高兴，我从来没运气这么好的。你刚才还想用左手再摸一下是吧？好，告诉大家啊，这个阿拉伯数字呢，实际上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。但是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呢？它是由这个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去，所以西方人误解了，以为这是阿拉伯人创造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来我们看多少人答错。还剩下39个人，但是1:39。谢谢谢谢。来，请看第三题，博士在现在是一种学位名称，你乐什么？没有。在古代是一种官名哦，你生不逢时啊。请问博士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 ？A. 西周 ，B. 战国时期 ，C. 西汉。请幸存者先回答。李艳，用第三个锦囊吧。用。他毫不犹豫的说用。来，对错二选一啊，我们去掉一个错误答案。好，还剩下战国和西周，我们选两位代表的回答者。来，61号，您先说。应该选战国时期。好，您的根据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国家战国时期是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时候。嗯。博士这个词从那个时候沿用下来，我认为是比较有科学依据的。来，71号，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选择西汉？我是从这个字面上推理的，他说博士是哪个朝代的，西汉可以称之为一个朝代，战国不是。时间到了，快点选择。他选择了西汉，我们直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吧。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战国时期的七国争雄的时候，秦国最早出现博士这个官名，管理的就是科学教育，一直延续到秦朝。好的，来我们看看多少人分这钱，肯定杀伤力很强。10个人，10位幸存者问李艳小姐好不容易攒下的1万枚金币，每个人1000，啊，掌声在哪里？感谢啊！我觉得李艳小姐呢，给我们展示了博士的另外一面，小家碧玉的这么一面，让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高知女性也有可爱的一面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明老师。我们要感谢美迪电热水器提供了这些奖金，感谢大家把这个阵地守得这么好。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您可以直接登录精英网，或是拨打热线电话0731-8480-1565，您就有可能来到现场答题过关得钱。那另外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给我们，您将有可能获得手机、照相机以及笔记本电脑，欢迎各位踊跃参加。来，我们更热烈的掌声欢迎湖南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彭欢登场。大家好，大兵老师好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研究生的这个专题是什么？我是传播学的研究生，然后我研究的课题方向是粉丝。哦，粉丝。对，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个阶段是迷恋一些东西，成为他的粉丝，然后粉丝其实是人的一种常态。哎，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也曾经是粉丝。我也曾经是您的粉丝。是吧？为什么现在不是了呢？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研究这个问题就发现了。你曾经做过叫 VIP 的商务接待是吗？对。那是接待些什么人呢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接待对象可能就是一些世界500强的 CEO 级别的人，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，可能是某个国家的首富，比如说像我接待过有巴西的首富，然后像德国的女首富这样子的人。其实我接触过所有的你们可能想得到的最顶级的、最奢华的服务，比如说总统套房，都是我的曾经工作的内容。之前很有意思，
在上海的时候，经常我们小区的保安就看着我坐着奔驰600而去，坐着奔驰600而回。然后他有一天就问我说，你为什么坐奔驰600还住在这里？然后我就说，其实那是我蹭车。来来，章鱼哥有什么话？我觉得你们那个小区的保安特别不懂事儿，这么漂亮的美女坐个奔驰600出出进进，这很正常。还问什么问？太没见过世面了。真是的，人家没坐兰博基尼算不错，给你面子。兰博基尼不好坐。这些经历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择偶吗？我觉得可能要看对方吧，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，我觉得可能就是经历啊，我感知过了，所以我不会那么虚荣，就是我完全不会觉得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会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。有道理，道士接触过这些人以后，就把虚荣看透。对。嗯，好的，来跟一个坐过兰博基尼的这个一块答题吧，现在是1-100，请看第一题，相濡以沫。用来比喻在困难中以微小的力量互相帮助，最初指的是哪种动物的行为？ A 鱼， B 鸟， C 虫。请100位先回答。好，来，彭欢到您了。相濡以沫，我用一个很文本分析的方法说，至少它是用沫，比如说唾沫或者是这类的，就是液体之类的东西，互相的可能喂食，然后维持生存。那么我觉得可能鱼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鱼在水里，然后我好像没有见过鱼有唾沫这样子的东西。C 选项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对，所以我想我可能会选择 B。你不考虑用锦囊吗？说实在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有50%的把握，所以我想搏一下。我劝你用锦囊啊。可是我感觉这里面还是有诈，因为他诈你干嘛呀？你他能得到什么呢？可是一分钱没有。那这样你们能不能统一给我一个选择？那这样相信大多数嘛。好，相信大多数。来，大多数人是什么意见？选择了 A 鱼。来，我们直接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它来自于庄子《相濡以沫》，说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，与其相濡以沫，还不如熟络相忘于江湖。他的意思就是把自己逼到最后没有办法，俩人都吐了唾沫，俩鱼在那儿互相就苟延残喘，你为什么不游到大海里去呢？有道理。对，它是这个意思。而现在我们用相濡以沫这一个成语来形容关键时候互相帮助，这实际上并不是庄子的本意啊，但是我们引申了用这个意思。好，你总算答对了，看看有多少人答错了。35位啊，你现在手握3000枚金币，还有2个锦囊，现在是1-65。有难度吗？觉得？大家都很帮我。是，可是从现在起就要提高警惕了。我怎么看到杀气了？对，你已经感觉到了吧？感觉扑面而来的杀气，因为你手里有钱了。现在钱还不够多，对吧？还有65位，然后分3000。不够分的。对呀、啊，还要交税。分50000多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明白了吧？来，请看第二题。来，爱琴海是浪漫的海，在此孕育了无数浪漫的传说。请问，在古希腊象征婚姻幸福的标志是一个什么形状？ A 三角形， B 四方形， C 圆形。请65位先回答。来，彭小姐，你又提示我要用锦囊吗？我没有啊。好，对错二选一。好，对错二选一，去掉一个错误答案，去掉了四方形，还剩下三角形和圆形。来，两位啊，来，59号，你先说，
你选择的是什么答案？ 我选择的是圆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想选月亮，但是没有，所以我觉得圆形跟月亮更相近。哦，你觉得古希腊也相近，画好月圆，圆圆满满。啊，对的。哦，你是用这种中国式的方式来推理希腊啊？来，章鱼哥，你选择三角形，为什么？我听说过一个传说，就是一个美丽的公主让一个王子尾随着她去斩杀一个牛头人，她每年要吃掉一个献祭的女子，然后那个公主手里拿的是一个三角形的那个线圈，然后留下了一条线，这样这个王子才能够顺着这条线走进去找到那个牛头人，把他的心爱的公主带回来，所以我选的是三角形。他从一个古希腊的传说中得到灵感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也觉得是 A。 为什么？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我要想爱琴海长什么样子，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 B， 然后我就觉得是 A， 不可能是 C。 你的意思是你倾向于 A？ 对，此时此刻。可是我觉得他不，你选啊，再给你10秒。好，做最后的抉择。选择了 C 圆形，我们看正确答案吧。我应该相信我自己。对呀，其实啊，那个谁，章鱼哥啊，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古希腊人呢，他们创造了最早的人类的几何学。那古希腊人特别偏好三角形，为什么呢？在所有的形状里头，只有三角形是最稳定的，而且特别符合人们对爱情的这种向往，所以三角形代表了幸福。古希腊，好，你不是3000块钱吗？我们看多少人分。依然有28位来瓜分这3000元，每个人100多一点，可以有总胜于无嘛。谢谢你们，特别是前面几位加上你们让我们再次认识了，就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了高知美女啊。对，其实我们是不断的要求自己，不断的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的社会还只发展到这个阶段，所以高知美女呢还比较稀罕，比较罕有，但是高知美女一定是未来的一种常态。对，哎，谢谢他们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展示了高知美女的风范，谢谢彭宽。谢。感谢美迪电热水器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最后抽出最后的场外大奖，来41号，您给我抽出最后的大奖好吗？好，听好，来，恭喜山西的这位朋友，您获得的是金立音乐手机一台；河南这位朋友获得金立音乐手机和索尼数码相机一台；广东这位朋友获得金立音乐手机、索尼数码相机和惠普笔记本电脑一台。恭喜以上3位朋友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几位美丽的才女，我们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对决，智力的盛宴，感谢他们精彩的表演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